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鋼琴玫瑰 Rose 任嘉玉。今天很开心和很多谢 Ben Sir 邀请我来香港创业品牌大奖2018这里演出。今晚演出是很难忘和很特别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在这么多的企业家和创业家面前去演奏我的音乐。我觉得他们都是对他的事业和他们的生意是充满了平静，所以我今晚的演出都是充满了信心的。接下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品牌一起合作，和邓老师一起用音乐带正能量给大家。多谢。